大家好，我还是那个玉树临风、高大威猛、人生山崩地裂、水倒流、鬼见愁、玩王者即将枪战贼菜的摩根弟弟啊，我又来了。作为一名晕3D选手，玩个几盘就晕头转向，有点想吐啊。不过我依然坚持不懈的在战斗，想提高自身的技术，看来是难上加难啊。跟小伙伴们组队开黑，一盘都没赢，我深刻的感觉到这里边有我的问题，头铁的毛病是该改改了。所以我就专心练起了狙击模式。兄弟们，等我练好之时，就是带你们吃鸡之日啊！我的段位也提升了不少，现在是白银2了。根据我的分析，楼上这名敌人压根没有发现我，我这一枪下去，看到没，给他震聋了，对吧？他愣在当场，正在难受之时，我一枪8倍 AWM 爆头击杀。根据他的视角，我的右侧有一名敌人，这名敌人是他的猎物，可惜现在成为我的盘中餐。好，非常 nice， 居然跑起来了。哎呀，真失望，这一枪没有打在腰子上啊！我还想使用根室雌雄枪了解一下他的性别，可惜没能如愿呢。看来我要找个旗鼓相当的对手，好好较量一下，让大家看看我自身的反应能力到不到位啊！走着。玩狙击模式，潜伏非常重要。看来前方的小伙子深得我的真传呢，不错不错，他依然在瞄准我，然后等我露头给我来一枪，想都别想，完全不存在啊！我在树后等待时机。嗯，人呢？哦，果然够凶，还冲了过来啊！换上2倍 M24， 瞄准他的左腰子，一枪残血。哼，明知不敌，马上后撤，非常明智的判断啊！我猜他正在墙壁后面补血，这个时候我就用我的根室蒙蔽雷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哎，我去，怎么出来了？还击中我的左肩膀，还好只是擦伤啊！换弹移动，好身法。不过论反应能力，我可是更加的得心应手。真男人从不回头舔包包，直接转身潇洒离去。今天我看看谁的腰子不想要了啊！我通通给他打爆。决赛圈四处视野开阔，这个地点几乎没有藏身之地啊！看来面前这个草丛就是我的临时庇护所了。我现在和草丛合二为一，谁都看不到我。哎，我去！看来我的合体技术还需要多加练习啊！现在他跟右侧一名技术不咋地的玩家对狙，还把人家给爆头了。看来他的技术还是有的，知道我在瞄准，然后疯狂的蹦跳，走位走位，走个蚯蚓呢！你还上劲了，我不打你。剩余最后一名敌人，我这个位置极佳啊！前方视野非常开阔，对一个狙击手来说，这片空地谁敢露头谁就死。哼，看来我的威胁非常到位啊！他始终没有露头，毒来了，开始往安全区进发。等会儿。左边有脚印子，还特大力的那种。我直接拐弯换上2倍 M24， 等的就是这一刻，一枪击中他的左腰子。不过他也非常机智的拿出 P18C 对我进行扫射，在他换弹之时，我已经填弹完毕，最后一枪完美的击中他的右耳朵垂上。我叫摩根，是所有主播中段位最低最菜的枪战玩家，今天侥幸吃鸡，纯属巧合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